有没有叫外送？导航失灵了，包青青在的还有。陈先生的好像没有听到，我找到了，在那边。真的真的。来。你们有没有外送的？罗晶晶小姐，没有吗？你们有叫罗晶晶小姐的吗？没有吗？好，那我继续找。是你们叫外送吗？你们有叫外送吗？没有叫吗？没有。好，问一下，是你们叫外送吗？有吗？有有有。有叫外送吗？应该不是罗晶晶小姐吧？不是不是，我送到这里。你们有没有叫外送？报上名字哦，罗晶晶小姐吗？是罗晶晶小姐吗？对。好，那我要继续找哦，再完成挑战。店有没有叫外送？早餐啊，有人订外送啊。第五快点，罗晶晶小姐吗？是你订的，是你的客人订的吗？是。不是。好，我要走了。我先拍一下早餐。教练有订外送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有吗？我现在在找人。对，真的啊，我要送外送。我要找一个小姐。那你们队伍里面有一个叫罗晶晶的吗？罗晶晶小姐，你有没有那个队里面有一个叫罗晶晶小姐的？没有吗？那我要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有没有人订早餐的？外送过来的，从东莞外送过来。好，那一边在呼喊我们，应该有一个叫外送的，好。哎，你们有一位叫罗晶晶小姐的吗？有没有叫罗晶晶小姐的外送？没有吗？不然你刚才会走。没有。好。好了，那我要走了。Hello。好。没有罗晶晶小姐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我要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有没有叫罗晶晶小姐的？没有啊，那我要走了。拜拜。罗晶晶小姐，我来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，你的外送还在海上，已经即将抵达，但是海上的客人太多了，找不到你，赶快来认领，赶快来认领，你的餐点已到达。哎，大家都来找罗晶晶。记得影片上架的时候要跟你 say hello 一下。hello 一下。嗨。谢谢，辛苦的。辛苦了，早餐送达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好，拜拜。你们也有这个外送吗？有吗？好，来，我刚好这里还有一份。没有的。是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真的。来。扫码，扫码。要扫码。真的啊，外送啊！以后大家就不用在外面饿肚子了。好，对，来，不用钱啊，因为扫码就好了。来，进来了，你凭证，哎，对，来来来，有外送，你要把我推往右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。
来，恭喜你获得了厨房打一份，厨房打一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新年的第一单，我的事业从此开始。哇，太好了！因为好运，因为好运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我要自己走了。谢谢老板在吗？先借我们拍照一下，先借我们拍照一下。谢谢老板在吗？拿着。我轻轻在的喊哟。好，那不是哦，导航失灵了。好，罗星星哦。OK。陈先生的好像没有听到哦，有没有叫罗晶晶的？没有吗？不是你们订的吗？确定？确定不是你订的吗？不是吗 ？OK 哦，好，那我要走了哦。有没有叫罗晶晶小姐的？有啊，正在找，客人不见了。来，有没有叫罗晶晶小姐的外送？有没有？没有吗？那我走了。哎，罗晶晶小姐的外送。太扯了吧！罗晶晶小姐在吗？哦，那边吗？那边。罗晶晶小姐在吗？你去吗？哎，罗晶晶小姐在吗？确定吗？好，罗晶晶小姐在那边，我找到了，在那边。真的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对，我们终于找到罗晶晶小姐了。来，海上外送不容易啊。好啦，祝您1月1号，来帮我拿着，我要拿早餐。来，四份早餐。好香！来，四份早餐。好了，我们完成任务了哦。快一点。好，小插曲，等下大家都来找罗晶晶。记得影片上架的时候要跟你先 hello 一下 ，hello 一下 ，hello，hi， 辛苦了，早餐送达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走了，好，拜拜，好了，我们外送，最后一站也是祝2023大家心想事成，好，那我们海上的朋友如果肚子饿的话，可以来点餐。今天的外送完美成功，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，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